请两位站起来。OK， 两位站起来，把你们的右手伸起，右手。OK， 好。陈晨玉先生，你是否愿意迎娶林秀玲小姐为你的妻子？愿意。谁愿意？陈晨玉愿意。这能听到吗？好，嫁给陈晨玉先生为你的丈夫。我愿意。听到，姐姐不听到，大声一点。我愿意。听到了，姐姐不听到，好，很好。来，现在的把手给放下来了，那么是小慧。你拿马上的戒指哦，放在他的手指上。谢谢啊。然后尾巴花交给你这边开。哎，你们谁来这边拍呀？